Recording in progress. 解焉世界诸有情，功德相应诸福天，情众超越苦海中，自信法缘增成就，开悟花性利有情，成道助缘护庄严。所以就说呢，我们每一年都不停地在念着地藏圣号地藏经，一切的功德力就得到了诸佛菩萨的互相应，就是我们有了念佛的功德。大家刚才刚念过地藏菩萨本愿经忏语之中一句一句的圣号都能够抄拔，何况是多句多句的还有多本的地藏经，他肯定能够得到诸佛菩萨的相应，而能够以诸有情解焉世界了。那你看苦海众生何其多，在苦海的众生却是多的无数多，没有体会得到的话呢，你只要想，就连现在的世生疫情的世生众生都多到我们没有办法去减少这些世生众生，那只是世生的一种罢了。所以你看这些苦海的众生真的多得不得了，众等如果每一个发心的能够以此功德让所有的众苦众生能超越并离苦得乐，是何等的殊胜啊！我们在回向的功德中不但能够解焉世界，我们也可以从我们的自信，就是自己的法身慧命更为成就，更能够开悟，更能够为众生，对自己对众生皆有一定的利益，能够做到互相互持，互相成就，共成菩萨道。众等的烟业若是能的话呢，常常发愿为他们而修，自然而然你的有情的众生、无情的众生、有形的众生、无形的众生都能离苦得乐的。所以呢，今天我们慈航的地藏法会非常的圆满，得到诸佛菩萨的加持，然后明天就是每一个月的7月29，如果是最后一天或者30都是地藏但，所以家里有供奉地藏菩萨可以起香拜拜，然后呢也一样的能够持素的就持明天后天的八月初一了。当然你我有发现到很多师兄呢确实还不够安住在念佛念法念僧，为什么？因为你们觉得要做法会才念，可惜啦，应该每一天或者每个星期给自己念一步两步，一直念念到累积上来的就可以超拔你的烟青和你的自信祖先。那我们慈航会用法船、波野船、我们的宝马、飞马、吉祥马，这记得只是一个表象。为什么？
所有的三恶道众生，所有的异界众生，如果还没有证悟的话，他们还是执着于这样的一个形象。我也曾经说过，你要跟孩子们听你的话，你要叫买个玩具，买个糖果，你上来我给你吃糖果，我给你玩具。就以我们妙法莲花经里面也说了一个富裕人家啊，他的家很大，只是入进去的时候呢，只有一个门出入，发生火灾的时候孩子都在里面了。为了让孩子能够离开这个火灾这个物质，所以就想到了，就把孩子骗出来，来我给你路车坐，我给你马车，我给你牛车，这样骗出来。有看过这个佛陀传里面，佛陀也有讲到这一道故事，一样的道理。对于那些劣根性的众生，我们还是要给他们有形有色的，然后呢他们上了就会开悟了。所以但是我不鼓励你们，不会做的就随便乱画，然后乱乱去回向去供，等一下呢超拔不了他们，年年来找你就比较麻烦了。他们要的一定要一个功德力，所以就包括你看很多企业路边拜的，我比较喜欢你们就去写个天游就好，让他们能够有法师们有道士们去做吧。所以呢这一点你们要切记，佛门方便说，所有的方便法门只为了众生而做。你如果有很大的功德力、观想力，有很大的念经福德功德的话，你什么都不要用，你只要观想，那你就可以把众生带走了，这是非常好的。好好，那我们再看看今天我们白衣大士师父的开示了。超凡入圣未实修，心悟开慧福德生，真福真慧登法缘，续持心牵众众生。我们要真实哦，踏实哦，修行真实踏实的修行，只有真实踏实的修行，我们的自信心，就是自信方能开悟。如果你没有踏踏实实的修行，你的法身慧命，你的自信是很难开悟的。在我们的世间中，太多世俗的享乐、世俗的欲望，使到我们往往忽略了我们这个身体是给我们做什么用的。我们在世间中用这个会朽、会坏、会磨灭的身体，再做一些永远不能随之带走的东西，我们忽略了我们的法身慧命要的是我们的自信智慧、自信福报、自信功德力。自信的智慧能让我们成佛，自信的福报能我们能够让我们越超拔越修行，我们的智慧福报越来越大，福报大既能够转
六道，而能够遇到善知识，遇到好的法缘，下来我们的功德力更能够回向给众生，福报修给自己，功德力修给众生。如果只是智慧可以演变福报和功德力，福报是让你超越生死，来生投胎的天人，做人做得有钱的人，那么聪明的人，能够生活安逸的人。但是福报不会让你成佛，不会让你离开六道轮回。功德力就不同了，功德力慢慢的增长，就会带你往生，脱离六道轮回，直到你成佛菩萨为止。其实我们常常身边，尤其这个时期病毒多，每一个都还没有醒觉过来，还不知道我们的身体是那么的脆弱，我们的法身慧命是那么的无助。如果持续性的这样的思维，是有一点点的可惜。这个灾难是全世界已经非常的大了，如果我们一个不小心去了三恶道的灾难，那种大呢，那种苦呢，比我们现在在世间这个情况之下可以千亿百倍的苦。所以呢，日日持续不间断的修持，才能及早得悟。所以呢，日日天天的意识要不间断的修持，才能及早得悟。得悟还有很多的功课，什么的功课？最大的功课就时时牵引着众生而实修。意思说，你在修的时候，不但自己不间断的修，还是要为你的有缘众生实实在在的修而回向给他们。所以今天这一场法会我也非常的开心，为什么？大家都很用心的，虽然我们人数不多，但是我们的到场的音声比人数还要多，还要多的时候更加洪亮，更加响亮，好像把你们都带进来了。好，阿弥陀佛，今天开始到这里，谢谢大家参与。我们将在星期二八月初一回复了我们的大悲咒，也是在平台上8:30。好，我们大家星期二八月初一见。那呼吁大家，八月初一就进入了中秋，也就是慢慢我们的经济各方面就会慢慢。